们在我家吃完饭啦，然后现在要去机场啦。Yes， 我爸爸妈妈怎么样？特别好，特别的热情。然后呢，阿姨做了好多好吃的，盛情款待，我很开心，我一定会代替他们好好的照顾他们的女儿的。好的，谢谢您。拿好登机牌啦 ！Yes， 走喽！你终于开心了，宝贝。这个手机可好丑。今天一屌，今天一天非常暴躁的妹妹终于开心了。我昨天是因为什么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也不能暴躁，不不，走喽。霸占了他里面的位置，耶、yeah ！是因为我最近可欠油了，不是因自己的劳动所得获得的礼物，就是耍赖。我没有耍赖，他都没有征求我的意见，然后他就自己举报了。那我不得为自己争取一下？I want to eat all the all. Eat. 我留在上面。那你就现在拿。我们到啦。好热呀。热吗？又热又潮又闷的。我是猛一。哎，但你这个上臂是有肌肉的耶。当然。天啊，这上臂是有肌肉的。Of course， 这是什么臂呀、啊，亲密。早上好，老婆。我要干嘛呀？我不得等你洗完我才能起来吗？给他打电话。看怡宝今天美丽的小裙子，怡宝同学说一下小裙子的观后感，穿后感，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个小仙女？穿的是我的裙子，好看，老婆，非常好看，美丽动人。我们到民宿啦，然后这个老板给我们换了一个房间，从一个长条形的房间换成了一个方方正正的房间。多加钱，一天才十块，我觉得还可以吧。可以。这是这个太爽了耶，可以啊。开心吗，宝贝？哎呀。OK。好的。我们来吃中午饭。本来在大众点评看那家人太多，炒菜又慢，服务态度还差，所以我们换了一家，随便找了一家。是，对。怡宝女士点的海鲜炒饭，啊，她这个海鲜东西还放挺多的哈。小车车开车走，嘿嘿嘿。天哪，外面可真凉快啊！我就是双下巴，这宽实的臂膀，我们开了8公里的电动车过来了。你有什么感觉？看我的脸，那高原红啊！我们开了8公里，来来回回去的岛上，事实证明不要开这么电动车来这里。但是还可以吧？但是主要是认识的，对，是的。而且我们还迟到了，然后幸好索道让我们进了，我觉得也是小幸运。还想开心。如果这时候不让我们进了，是不是特别生气？但是我这里你会不会哭？好年纪，没事。我不会哭。看这个小怂货，刚一直来了一只，来了一只蜜蜂，快要把它吓死了。哦，说的跟你不害怕一样。僵硬二人组，好像要下雨了，我的天哪！我们俩现在只想快点到达，然后下去。我们现在从索道下来了，然后现在去园林植物园，好像要有点下雨，我们有点担心，因为我们是开着电动车来的。我的妹妹，这真的要走好多路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而且我们还错过了喷水的时间，小红书上明明说要到5点的，然后景区说只到4点。冰可乐拯救了我们，恢复了0.5%的体力吧。怡
宝竟然在这里遇到了高中老师，李高中给我补习的。我想找一个就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亲亲我，我没想到还能遇上。走，慢点哈，走哈，老婆慢点哈。你站一个下面立啊，可以拜一下。它这个白的这个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好吃吗？行。刚刚去买了麻糍。嘿嘿，它可以一个一个买，特别好。然后我们要去拍大头贴，冲冲冲，冲冲冲。小鳄鱼。俺的小司机，那前面怎么不背？沙滩。不，在哪里？我是骑牛奶车。还有你，还有你。哎呀，孩子感觉真的好好呀，好喜欢。他要把车子还给人家啦，跟我们的小电动车说拜拜。拜拜。辛苦了，今天。太爽了，我的电动车骑的。喜欢电动车吗？今日最佳电动车，挺喜欢。那我呢？姐姐呢？很喜欢。真的吗？你怎么脚还脏着呢？你就上床了？好吧，今天到这里，我们去洗漱了。我们晚上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干。好的，那明天再见，拜拜。